记忆是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可能忘记今天是周几，来吃吧，忘记按时订外卖，谢谢，忘带家门钥匙，甚至忘记食物的保质期。但有些人你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他也没问过你的名字，而你却始终无法忘掉。晋升项目组组长的日子，早啊！我请大家喝奶茶。什么情况？林奇在里面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记得把工作进展汇总给我。姐，是我画的不够好，还是叶熬的不够多？坐。坐呀。我也刚知道林奇和老板有关系。什么关系？要什么关系？是要我现在去跟老板搞关系吗？够了，莫伊，现实就是这样，很多东西不是努力了就会有结果的，要么忍，要么滚，最简单的职场规则。不用我教了吧？悟空，悟空，我最近太倒霉了，你要不显显灵，再救救我。初二那年，我遇到了这个让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人。别走啊，妹妹，哥带你出去玩玩。跟哥几个出去耍耍，你走开，别过来。我看你衣服有点脏，哥帮你洗洗。走啊！我要回家。放开他！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是他救了我。小朋友，哪儿来的？哥带你出去玩玩。没事吧？今天是遇到他的第十二个年头，每年我都会许一个愿望，只要别太过分，每次都还蛮灵的。保佑我顺利的升职加薪，顺便赐我一个像你这样的男朋友。这个愿望这么过分吗？大明星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晚啊？你自己买太多了吧，一个人根本吃不完。我跟你一块儿吃啊。哎，我去三亚拍戏了，给我当三个月助理，免费玩一趟，去不去？不去，忙着呢。忙啥呀？你那些破画稿能养活自己吗？要你管。哎，要不然搬我家住去，我家大 house 原式房间，你看你这小区破的什么呀。哎，不是谁要住你家的？等两天被你的小粉丝说是绯闻女友，还要不要找男朋友？
哎呀呀呀呀，找男朋友？哎，你这是开窍了呀？哎，谁跟我说我心里只有工作，只有学习，不找男朋友？我还以为你不喜欢他。哎，别乱说啊！你要再这么乱说，我就把你小时候光屁股抓出来给你看了。我什么时候光屁股？而你的痕迹填补着时光的缝隙，烙印在我的全部的气息。两年就画了一部，放到网上连个水花都没有，这个投入产出比，你要是我的话你怎么做呀？不是你没才华，是我们公司太小，兜不住。哇，怎么了？有个漫画进前三了，照这个趋势要冲第一啊。什么漫画？有雨。老婆，我的漫画出版了，你高兴吗？你居然背着我做这种事。那又怎样，他可是煞地妖集团的总裁，身价过千万，已经答应和他结婚了，明天我们就去办离婚。你的漫画在佳士得拍卖中以五亿成交，你现在是亿万富豪了。既然你这么爱他，明天我们就离婚吧。老公不要了。看来你们地球人的情感果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，受死吧，鱿鱼侠！荒诞，居然知道了我的身份，鬼派去攻！你这画的都什么鬼？偷情外星人，鬼派气功，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我说了我不想画，你非要让我接这种题材的项目，画出来就是这种垃圾喽。曲社长，我觉得我很有必要说明一下，小游创作这个故事他的初心呢。好，非常好，好就是游老师，游老师就是好。我相信以游老师的人气，这本漫画必须大卖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再继续画下去。难道你没看出来我这么做是故意想把他们赶走吗？那你想画什么？没想好。两年一步，有时候一步都画不出来。任等你灵感来了，那咱们还要不要过好日子呀？你好不容易有了点流量，还不抓紧时间套现一波？真等那人傻钱多的都走了，你以为你还是个人物吗？我这么做就是砸我自己的招牌，不可能。流量为王的时代，哪个大师没有点恰饭的作品呢？人家出版社可是把定金都打了，咱不要跟钱过不去，是不是？居然背着我做这种事，那又怎样？他可是煞地妖精。既然你这么爱他，明天我就去办离婚。的情感果真是脆弱的不堪一击，受鬼派去攻。游宇，游宇，你把门打开好不好？游宇，游宇，你开门啊！哎，游宇，游宇。你现在的生活美好吗？一点儿也不美好。要不要来新的世界？我连关电视的资格都没有啊！啊！No.
尤宇，有话咱们好好商量啊！咱们好好商量，你把门打开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怎么回事？连个橙子都拿不动吗？谢谢啊！哎，哎哎哎哎哎，什么时候变这么花痴啊？你眼珠子掉地上了！我想工作呢，不行啊！想工作。这钵钵鸡你吃了绝对忘不了，每天只做100份，多一份都不做。刚刚那是他吗？排了个101。不可能，幸好只是长得像吧，但也不可能那么像吧，会不会真的就是啊？哎，好烦啊！早知道刚刚上前问清楚好了。喂，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钵钵鸡也不吃，想什么呢？好吃好吃。我看谁给你带的，怎么样？对你好不好？好。当然好了，你今天对女演员好，明天对女粉丝好，想起来的时候对我这种老兄弟好也好。当然了，公司找你的时候，公司最好。都是工作，怎么能跟兄弟比呢？那我们打赌了，今天你肯定还会被公司调回去。不可能，今天是兄弟局，工作的事情往后推，我这就关机。喂，哎呀，不要推我，你不要推我，大姐，我咋个就不能看监控嘛？大姐，真的不能看呐，你看监控就物业开不好意思啊，我能不能借下手机呀？怎么欠我屋头的？你不要为难我好不好？我就是想借一下，我就不要回去。大姐，你出去。我不能出去。我喊你马上出去。让我去。我跟你三人声音小点。我不得走。你不要吵到别个。2020。怎么能有通告呢？这么晚都几点了？行吧行吧，勉为其难吧。快去吧，大明星。太红，太红。先走了，我有事再给你买啊。知道了知道了，慢点啊。这钵钵鸡还真挺好吃的。怎么又回来啦？你好，我是。
等一下啊，我家那马桶包我得赶紧堵上。莫姨莫姨，你可以啊，你这愿望许的够灵的。我不会是在做梦吧？厕所修好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是想……可以，都可以，请进。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，但是呢，你在听吗？我在想，你要不要吃钵钵鸡啊？这家的钵钵鸡一天只卖100块，多一份都不卖。谢谢，不用了。那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我说我可能是从2015年里穿越过来的。穿越？穿越？真没想到，原来咱们住在同一个小区。如果以后你怕的话，就跟我说，我们可以一起走啊。哎，哥哥，你住这儿的话，我以前没看见过你呢。我是刚搬过来的。谢谢哥哥。我知道穿越这种事情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，但是我理解。你是从2015年通过电视机穿越到2020年的我家，对吧？对对对。五年，大我5岁。你以前不会是住在新小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真的是你啊？不好意思，这电视我可以修一下吗？我来。我们房东说这个电视机年份太老，不好修。其实我觉得你可以。轻一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明天找师傅来修吧。我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师傅。那也只能这样了，那我先出去等。哎，别，外边多冷啊。我室友刚好搬走了，空了一间房，你就在这歇一晚吧。别了，这样太打扰了。不打扰，你等一下。不会吧，他今天要住我家，我怎么会单身？这个都好深，我怎么一件男士睡衣都没有？我怎么会有男士睡衣？我说我要是没有男士睡衣，他就不住我家了，怎么办？先给他选个抱枕吧，我小猫，他小狗，可可爱爱长相守。他要是觉得我幼稚怎么办？我把我又香又软的枕头送给他，他一定可以睡个好觉。又香又软。他不会觉得我有什么不好的暗示吧？你什么房子送什么？怎么办？妈妈，梦想妈妈，梦点什么啊？梦想妈妈，梦想妈妈，梦想妈妈，我想不出来。来，浴巾、毛巾。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墨鱼。墨鱼。我叫鱿鱼。鱿鱼。那你快去洗澡吧，鱿鱼。谢谢你，墨鱼。不好意思，有没有多余的牙刷啊？在那个浴室架子上的盒子里有，挑你喜欢的颜色。
哎，妈，你怎么往我柜子里放这种东西啊？你长大了还非要合租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往家里带人呢？我是这么随便往家里带人的人吗？帅到一定程度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谁知道呢，老天也有眼瞎的时候。总之啊，有备无患。嗯，完了，他那牙刷是不是就都看见了吗？他会怎么看我？会不会觉得我平时老往家里带男人啊？救命啊，我得趁他出来之前把东西带走。万一他没关浴室门，看到我闯进去，岂不是会被当做女流氓？最保险的就是等他洗头的时候。就是现在。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呢就是过目不忘。过目就忘。善良的女孩子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她居然内心毫无波澜，就这么睡着了。真没想到有一天你会住在我的家里，感觉好不真实。明天梦醒，我们还会再见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梦游，梦游。早安。早。
妹妹，电视机车拐了啊？对啊，帮我看一下啊。耶，耍朋友了啊？小伙子渗透得很嘛。哎呀，不是金叔，室友，室友。哪个电视啊？啊，对，就是他。昨天晚上他出故障了，修的时候力气大了一点，他就冒了点小烟。那么老的电视机还要修，图啥子啊？这个电视机对我们非常重要，拜托您帮我们想想办法。好多零件都歪了，而且那个牌子早都停产了，硬是要修，那我只有叫我兄弟抬回去告一下喽。哎，慢点儿，古董机摔了赔钱花不着。金叔，这电视修好得多久啊？难说，起码小半个月了。到时候弄好了给你打电话。哦，行，哎，你慢点啊。啊，好。这么久啊？不如这段时间你就先住我家，反正你也没钱没地儿去。主要是我穿越的太突然了，我又没带什么换洗的衣服。买，我给你买，现在就买。好，那就算我欠你的了。鞋子、袜子、T 恤的，好像都没买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，你再逛逛，我去给你买手机和电话卡。好。嗯。不好意思，我那个朋友他马上就来，我现在我也……我说小伙子，你不买不要站的，好不好？哦，不好意思。真的是，不会是把我丢下了吧？那天我离把鱿鱼弄丢只有一步之遥，原因说来话长，就在我单独去给鱿鱼买电话卡的时候，遇到了真的是你啊！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个商场当经理啊。简单寒暄后，他开始八卦，为何我会和鱿鱼一起出现在超市？是他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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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们俩现在搞对象了？同居了吧？没有，别瞎说。你看看你脸上都有暗黄肌了。昨天晚上你们俩干嘛去了？真的有吗？然后他带我来到了自然堂，推荐了我这款专门针对熬夜暗黄肌，有三大黄金成分，具有超强抗氧化功能，让肌肤时刻保持好气色的小紫瓶精华。肌肤时刻好气色。哇，你的皮肤好好啊。真的吗？就像果冻一样，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口。嘿，太夸张了，这个效果真的这么好吗？有男朋友了吧？男生女生一起用还能增进感情哦。男朋友，你看我的熬夜暗黄肌都不见了，你真的太贴心了，不愧是我的满分女友。太过了，一看你就需要，拿着，哥送你的。谢谢大脑，不愧是中国好邻居。还需要什么？自己再看看。好啊，好啊。那个谁还在等我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重色轻友，哼。哎，哥哥。嗯。你背着这个画板干嘛？我是学美术的，打算考美院。你会画画吗？不会。
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教你啊。嗯。我们之前呢，先勾勒出整体的线条，然后再精心的上上色彩，整体出来之后是不是更加的丰富了？你一定想问，在我们现实情况当中是没有这道彩虹的。美术呢，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儿，只要在符合情境的情况下，加上你心中所想，那便是最美的一幅画。早，明天呢要把所有的设计图都准备好，客户要来公司开会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下周才开会吗？哦，客户刚给我打电话，他觉得给的时间已经够长了。不可能啊，那剩下的图今天之内根本画不完。能不能画完呢？那是你的事儿，实在不行的话就自己去跟客户解释吧。没事吧，姨？他就是在故意整你，要不你去找 Chris 说一下。不用，明天就明天，我要让他知道，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根本画不完。怎么了？都十点了，还有这么多，我就是用四只手也画不完。早知道我当初就不该嘴。说不定，两个人一起画，可以完成。大晚上的，我也不好意思找同事帮忙呀。在画画这个领域呢，我略懂。没想过曾是在我身边，又能看到的脸，符合我幻想的所有情节，此刻就此暂停。我眼睛里都是你，每天都想见你，一颗完整的心都好想给你。没有，熬夜太辛苦了，来点精华吧。要不我帮你抹。时空的旅行都想一起，下次电影的剧情留恋味的冰淇淋，变成我们独家的记忆。寒假那些客户有多激动，他说他就没见过能够如此完美结合他想法的设计。然后这个客户呢就非常激动地拉着我的手，没想到你们公司还有这么厉害的原画师，之后我们公司的设计就都交给你。你是没看见您现在的表情，其实要不是你，我都没想到客户会这么满意。底都是你打的，我只是帮了个小忙而已。那你很早以前就开始画画了？我一直在学画画，后来等到高中的时候开始考美院。那你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？特别的事？比如说见义勇为、路见不平、英雄救美什么的。哦，我记得初中部有个女孩被人欺负，我替她解过围。那然后呢？是不是之后送她回家了？那你送她回去是不是喜欢她？就是家离得近而已，就顺路嘛。
病得怎么样？那有什么好奇的？你怎么这么好奇啊？这不就是因为，其实我就是……算了，过去这么久了，我也不想打扰他。哎，在高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？没有，平平淡淡的。为了感谢你昨天帮了我，今天我请客，想吃什么随便拿。随便拿？这拿了。一定是膨胀了魔液，都晚来高档超市。你等我。新鲜的样子，拿不动，我帮你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榴莲太重，扎手。吃呢，吃几个钱？啊，吃不消，吃不消。干了，干杯。吃过一整碗的榴莲，太爽！你不吃啊？你吃，给。当大男人吃吃，真是。我过的榴莲就是香。喂，最近的信用卡不能分期了。可是我最近刚交了房租，手头实在是……你说超市能给退吗？哇，双十一大促了！真的吗？自然堂小灯泡面膜很划算哎！小灯泡面膜用的是超细纤维石墨烯微导膜布，就像用美容仪让抗老成分富勒烯高效渗透，敷完提亮紧致，效果超级好。不要不要！哎，这个给我！哎，活动力度超级大，我帮大家抢啊！哎姨，你不要啊？我刚买过，红油抄手，加量不加价，莫姨你要不要？这有护肤品免费配送，莫姨你要不要？天平打折，莫姨你要不要？戒糖奶茶买一送一，莫姨你要不要？天哪，还有半个月才到发薪日，怎么办？喂，你好，你们还需要兼职吗？还不下班？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坐。就是，咱们公司有没有提前预支工资的先例啊？我家最近，我刚交了房租，又赶上还信用卡，家里又来了个亲戚，我手头上实在是……公司没有这个先例。哦，打扰了。但我有点闲钱，你先应个急。那怎么行啊？那不行啊。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你有别的办法还能来找我？谢谢 Chris 姐，我给你打个借条，微信转账记录都有，你不用着急还我，把自己的生活弄好，等你参加完设计大赛拿了奖再还我。谢谢 Chris 姐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快回家吧。Chris 姐，我先走了。Chris 姐，你先忙啊。Chris 姐，再见。Chris 姐，拜拜。哇，真的。
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，人间是很值得的嘛。喂，下不下班啊？我助理请假了，粉丝送的礼物太多了，说不过来。哎，赶紧过来帮帮忙，有酬劳啊！有劳务，活多不多？一人够不够？我再带一个，给两份行吗？俩人？行吧，行吧，赶紧过来啊！啊，好嘞。鱿鱼。你好，有人吗？你好，请问您这是招兼职吗？进来。啊？进来呀。哦。身材不错，皮肤好，眉清目秀，招人爱。之前卖过吗？卖什么呀？来，让我看看，你这么害羞怎么卖呀？来，让我看看。你干嘛呀？你们找错人了，我是绝对不会卖的。想走？搬走了，怎么突然就搬走了？他家里有事儿，今天搬走的。可是我还没有机会和他说再见。来来来，你过来，他给你留了个东西。你看你着急的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看监控啊？上次有个婆娘硬要看，害老子差点把工作都整丢了。你明天自己把批条开了再来，我求你了。大哥。在这干嘛？你为什么离开家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为什么？我手机没电了。那你这么晚去哪儿了？为什么现在才回来？我去做兼职了。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报警了。你们俩干嘛呢？我不是让你去卖，我是让你去卖货。卖货？一号神器紧致你的下颚线，二号神器立体小脸无鳞肌，快来买啊！快来买，快来！哎呀，这小伙子皮肤那么紧致嗦！哎呀，我也摸一下呢，是皮肤是有点巴适嘞。就别摸了吧，咱们大家买了之后看看效果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买东西嘛要摸一会儿噻，可以摸不？摸。随便摸噻！哎哎哎！别！
我就说这小伙子能耐吧。兼职钱我给你转过去了，明天晚上记得来哦。哎，兄弟，我刚才路过，见你在那儿卖东西吧。你是？我是莫姨的朋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份正经的工作，我们商场就有个店在招兼职，我觉得你挺合适的。这个是名片，你可以考虑考虑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吓死我了。也算是因祸得福吧，我去自然堂兼职呢。刚好可以帮你分担一下，榴莲。谢谢。客气。嗯，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啊？之前呢，我也为了钱去画了一些自己特别不喜欢的作品，那种感觉特别的糟糕。我不希望你因为钱而去推掉自己最喜欢吃的榴莲。那你答应我，以后一定不可以不打招呼就离开。如果我突然之间走了，你会很不高兴？会，我会不高兴，会非常不高兴。你以后出去一定一定要跟我打招呼，而且手机要随时充满电，不可以关机，不可以不接我电话，知道了吗？害我找了这么久，你得赔偿我啊。怎么赔偿？你闭上眼睛。嗯，闭上眼睛啊。收给忘了，结束了吗？我们还能来吗？还来个屁呀！活动都结束了，你真是宇宙第一不靠谱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改天请你吃饭啊。干嘛跟我同频啊？没有啊。干嘛的？没干嘛。我去拿。好。嗨。您下单的大帅哥。没公司吗 ，King 哥？好的 ，King 哥，撸猫小心 ，King 哥，拜拜 ，King 哥。我发小来了，快快快！哎呀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快进去躲起来！我去哪儿啊？躲起来呀、啊！往哪儿躲啊？这，哎。干嘛关我门啊？这不
早上没事好呢，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猫啊。猫呢？猫送你洗澡的。这么不巧。不太巧。不是你这大早晨的上我这来干嘛？不用拍广告，不用赶通告。我这不是为来看看你吗？你家还挺干净啊，没毛啊。我一朋友养猫，家里全是毛。我平时经常吸毛。不对。不对呀，你家怎么连个猫砂盆都没有啊？猫砂盆。我不用猫砂盆，我都是出去遛它的，大小便都在外边解决。猫能遛吗？能啊，这在家憋出病了就不好了，是不是？你今天怎么这么紧张啊？你是不是家里藏男人？没有。干嘛？看看你藏没藏人啊？没人藏，什么人藏人？没人。没藏也拦我干什么？话说咱俩好久没有在一张床上躺过了哈。你瞎说什么呢？你今天没跟我说起来我家，还擅闯我的房间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女朋友。说完整。女性朋友有什么区别？无聊。走。不是，我来是问你明天去不去游乐场。不去，我要参加世界大赛，没时间去游乐场。比赛好啊，得有人照顾你啊，住我家去。我为什么要住你家呀？又不是没住过。那都是以前的事儿了，快走吧！赶紧，你这人，再见。去不去？我自个儿去。刚才那个是？我发小。啊，那你们之前住一起？之前因为我们没钱，所以我们一起租房子住。啊，那你是他的女朋友？女性朋友。那有什么好呀？奇奇怪怪。准备好了吗，鱿鱼？准备好了。第一天上班以熟悉产品为主，这款熬夜精华是我们店的明星单品，专门针对熬夜暗黄肌。它里面有喜马拉雅红球藻，有超强的抗氧化力，4%的烟酰胺能够提亮肤色，酵母提升肌肤修护力，是熬夜必备的精华，连用7天就能够让肌肤拥有好气色哦。好，我记下了。如果有男顾客进店，可以推荐他购买产品送给女朋友哦。女朋友。女性朋友。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自然堂小紫瓶精华，直击熬夜暗黄肌，7天细腻透亮。好，导演，你看有什么问题吗？导演说了，瓶身上的光不要打毛。打毛？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养猫呢？一点猫毛都没有。导演，你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导演说了，小紫瓶精华不要有缝。缝隙。好，导演说了，开拍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肯定有问题。墨鱼，你跟那男的的关系，我觉得有点不一般呢。这
听你说，我感觉我在治理他。墨鱼啊，那我一直觉得呢，你跟那个男的关系不一般。如果你们两个是一对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那到时候，那我就得搬出去了。墨鱼，我一直觉得那个男的他就在骚扰你。如果他骚扰你的话，你眨眨眼睛告诉我。我能怎么样？我是吃饭吧我。哎，墨鱼，墨鱼，这。耶！谢谢你们啊，周末还来陪我聊方案。嗨，你这么说太见外了啊。我们都知道你和林奇参加了那个比赛，我们都挺你的啊，一定要把那个小碧池给干趴下。而且今天早上林奇微信话我们要方案，我们都没给。太讨厌去了你们，我还以为你今天要放我鸽子呢。那不能够啊，我们生平最讨厌放鸽子的人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莫姨，猜猜我在哪儿？别闹，开会呢，找我啥事儿啊？我在你家楼底下呢。你在我家楼下干嘛？我们家小助理在这蹲守一天了，说你家住了个男人。这啥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交男朋友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找人监视我刘铁柱？不是，你别叫我真名嘛。你呢，感情经验薄弱，容易被人骗，我就帮你先见见他，帮你把把关。我现在就上楼，等着验收我的成果吧。刘铁柱，你别乱来啊！好气，真好气。什么人？这名字谁？你不会是要……不好意思啊，江湖救急。来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在莫姨家里？我都不知道你是谁，为什么要回答你？我是莫姨好诚意一百的好朋友。哦，那你们以前住一起？不是，我在问你呢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谁啊？我暂时住在他家里啊。住在这儿？嗯。你住哪间？你之前住哪儿我就住哪儿啊。我之前，你干嘛老反问我呀？哦，你心虚了。我心虚什么呀？你们两个该不会已经……我住在他室友的房间。你敢发誓吗？你要是说谎，出门忘带钥匙，上厕所忘带纸，下去忘带伞。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你心虚了。你敢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？是你不敢吧？我不敢，什么不敢？你不敢承认你们两个曾经是男女朋友呀？不敢承认我们是男女朋友。我跟他男女朋友，我跟他……哎，大哥，我用我的美貌给你发誓，我们只是普通的男女性朋友，懂吗？不信。你不信？我问你，比如你认识一女的，你俩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一个婴儿车，一张婴儿床，你会对她有感觉吗？为什么不会呢？大哥，她不是我的菜呀，而且人家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谁呀？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了，你要是再不说你是谁，我就报警了。好的，我承认这是一场意外，我是一个不小心呢从电视机里穿越出来的，现在电视坏了，我只能等电视机修好了之后才能穿越回去，懂？电视里面穿越过来的，聪明。你不但套路我，侮辱我的智商，还拿一个没削完的破苹果让我来接受这一切。我今天要不揍你，我就拼了！啊！你给我松开，松开，你给我松开！这个人真狗啊！你给我松开！
那个亲戚，他本来这里就有问题，被你这么一刺激，如果他的病情加重了，我跟你没完啊！他套路我的时候逻辑不要太清晰，怎么可能这里有问题啊？他这里要是没问题，可能说自己是穿越来的吗？那你早告诉我呀！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他这里有问题啊？现在搞得好像我这里有问题一样。我有必要所有的事情都跟你汇报吗？担心你啊，怕你被他欺负。人又不是小孩子，啊，快走吧。哎，他要是欺负你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你怎么还在睡啊？你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啊？应该是去见你那个好好好乘以一百的朋友吧。什么好好好乘一百的朋友啊？相亲，我妈非要我穿成这样，还约在了我们公司楼下的餐厅。你说万一被同事看到，他们又要笑我。那就别去了。我不去，我妈肯定叨叨我。那就去喽。我要是去了也很尴尬呀，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能聊什么呢？那就别去呗。我不去，我妈一准就杀到这儿来了。那就去呗。你也太敷衍了吧！你能不能认真一点拦我？万一我要是遇到一个大帅哥，你就不担心吗？该担心的应该是你那个好好好乘以一百的朋友吧？嗯。哎，他今天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哎妈，我到了，这哪有二十号桌呀？哦，我看到了。你好，请问你？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万一我要遇到一个大帅哥，你就不担心吗？如果相亲成功。成了男女朋友，那住到家里来我该怎么办？啊，大哥，你怎么也来相亲啊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妈的同学的同事介绍的，这不整差评了吗？我还没下班就请假过来了。你不是有男朋友吗？你怎么也来相亲了？我妈逼的。哎呀，一样一样。就我上次送你那个小紫瓶精华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不好用？我快用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简直就是我的救星。我最近项目特别多，我每天都要跟那小熬夜画稿，距离就这么近，那肌肤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不就全穿帮了？但是呢，我每天都用这个小紫瓶精华，皮肤状态维持得特别好，离再近我都不怕。看我啊，皮肤状态好了之后呢，底妆也非常服帖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哎，真的。用完了你哥说再送你一瓶。行。您好，您点的单上齐。我去上个厕所。哎，你急什么？我比你急，我先去。哎，没事，我先去。我这哎，你别慌了，我先去嘛。我先去。哎呀，你过来。坐着吧，到底坐着。来。不好意思，经理，我实在没想到我在这儿能遇见你，这实在是太不见得了见了啊！没事，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对对对，我只是觉得这世界上太小了，在这儿仍能遇到你。是啊，那你们俩先聊，先走、啊，再坐会儿，经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经理啊。哎，啊！我相亲你来干嘛？我路过，去超市。但是这里和超市是两个方向啊。我走错了不行吗？你不会是吃醋吧？我吃什么醋呀？我打酱油，打酱油。我给你一块打酱油。
悟一下。我也要去超市，到哪儿去呀？你们两个。妈，说吧，住个这么帅的男朋友得花多少钱？不用花钱。谁说是租的呀？我们这个就是正常的男朋友。骗谁呢？从我进家到现在就没看见你们有什么互动，根本就不熟吧？妈，你瞎说。我们这就是当着您的面不太好意思吗？那是这个。我们平时就是这么便宜的，甜是吧？我放在你洗手台上的那些东西你用完了没？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妈，我房间乱死了，你帮我整一下，咱们一块儿快。我帮你们。哎，不、啊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也不知道，要不是大能跟我说了，我还真不知道你被小混混盯上了。这不也没多大的事儿吗？我也没受伤。还说，要不是那个男孩子保护你，你现在还能这么轻松的说话？他家在哪儿？我要去好好的感谢人家。他搬走了。那你留电话了吗？多久了？什么多久了？交男朋友啊。哦，一个月。都交往一个月了，一个都没用。你怎么一点保护措施都不做？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是怎样？一次没有，不和谐，冷淡。嘘，你这说什么呢？都怪我，没早点跟你聊这个话题。我是先跟你聊技术呢，还是先跟你聊心理呢？妈，我自己的事儿呢，您就别操心了。你就是操心一下自己广场舞水平吧。你这孩子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，初中的时候被人家欺负，也不跟家里说，幸好有个男孩子保护你。听大能说，你还挺喜欢那个男孩子。后来联系上没？这不就住。没有联系。没有就好，你可不能交往一个心里还想着另一个，很危险。知道了妈。行了，别送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到家了记得给我打电话。还有啊，你不要总是熬夜追剧了好吗？你看你脸色差的。阿姨，这个呢是我的一个小小心意，小紫瓶精华非常好用，专门针对熬夜暗黄肌的小紫瓶精华，您用用看。算了，我这个年纪啊，用不上了。您18岁更应该用，快。小嘴还挺甜。行了，车来了，我走了，你们回去吧。慢点啊，妈。哎，好。坐了。来了，带你吃串去。走啊。刚刚谢谢你帮我有男朋友。嗯，帮到你就好。那你这么帮我，你女朋友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啊？我没有女朋友。不会吧？你没谈过恋爱？我平常特别宅，所有的时间都在画画。那你
想不想谈恋爱？没想过，更多的时间都是在思考漫画吧。嗯，啊、哦，那你的画什么呢？我画的那些东西，你不会喜欢的。我想听。我不想说。我想听。真不想说。我真的想听，你跟我说嘛，我保证不告诉别人。好吧，那我演给你看。嗯。男主身披着破布。跪在女主妈妈的面前，对她说道：“能不能把您最爱的女儿许配给我？”这个时候，女主，哎，你去演女主，你就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“妈妈，妈妈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”“好。”“哦。”“哼，这是什么破东西？你知道把我的宝贵女儿许配给谁了吗？串串王国的嫡长子呢？”这个时候，电话来了。你说你收购了所有的串串店，那这么说我就是总裁中的总裁了。这个时候嫡长子想要我的性命啊，然后我使用了龟派气功把他击倒在地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你就是，没错，我就是传说中的沙雕王。杀掉不杀掉？杀掉。无聊不无聊？无聊。是不是特别没意思？没意思。所以啊，我就一直在跟公司的人抗争啊。你为什么让我画这些东西吗？那你为什么要画这些东西吗？我把我这么多年所有的积累，全部都用在了第一部漫画当中，然后我就没有了方向，我完全就不知道自己应该画些什么。我顶着最具潜力漫画家的身份，却出不来作品。越是出不了作品，我就越着急。越着急呢，我就是希望灵感能快点来，越希望就越失望了。原来你也有烦恼啊。谁能没有烦恼呢？来，祝你早日找到灵感，祝你工作顺利。不会吧，票数怎么这么少？姨，你没事吧？我不会连初赛都过不了吧？ Sorry 啊，小嬷嬷，林奇逼大家投票给他，哎，只靠我们两个的票也只是杯水车薪啊。没关系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啊，喂，是我，老同学莫姨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给你卖保险的。没有，我不是来给你借钱的。度蜜月，你都结婚了？嗯，没什么大事，你接孩子要紧。喂，我是老同学莫姨，好久不见。嗨，你说我早该给你打电话了。啥？啊，我买保险，谢谢。哇哦，曼迪姐最近皮肤的状态真的是好好啊。可不是，虽然最近经常加班，但是用了你们家这款熬夜精华，皮肤依旧还是那么有光泽。还是你眼光好，您会选产品呀。好，谢谢你小哥哥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再见曼迪姐。嗯，拜拜。你连曼迪姐都能搞定，这亲和力不去参加选秀之类的真的太可惜了。您过奖了。行，那换班休息吧。好。喂，下班了吗？今天我发工资了，请你吃火锅。吃不下，出大事儿了。
票数让多少啊？十票。那还继续打吗？不打。以前关系好的人都这样，其他人更别提。我帮你去拉票。你又没几个认识的人，你怎么拉呀？我去街上拉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哪有人去大街上拉票？完了，嗯，我现在连初赛都进不了。干嘛？是不是为票数的事情发愁呢？哎呦喂，25票，原地淘汰得了。刘铁柱，绝交。再给你个机会，晚上找我来唱 K， 我包你票数蹭蹭往上涨。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真的假的？我马上来啊。不愧是面膜中的美容仪啊，小灯泡面膜帮我再拿几盒。好的 ，King 哥，明白 ，King 哥，现在就去 ，King 哥。哎呀，忧郁，我去唱 K 了，晚点回来。要去见那个好好好乘100的朋友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没怎么。我也好久没唱 K 了，我也想一起去。这个怎么？有什么不方便吗？嗯？怎么会？走啊！这涨得也太快了吧！那当然了。我 King 的后援会可不是浪得虚名的，可以呀，你大明星，可不是吗？比你们家那些这里有问题的亲戚强多了。别瞎说，唱歌，唱歌。咦，切歌切歌，换一首。别呀，干嘛切呀？唱啊，我给你唱啊，麦呢？麦呢？麦在谁这儿就谁唱。不是你点了吗？你就唱，把麦给我。我不给。你可真是个狗啊！你给不给？就不给。嘿我，拿过来。不给。你给我拿过来。就不给。你拿，你给我拿过来。哎我。你这个人真狗啊你！你给我拿过来。那个。拿过来。我不是我什么。他走了，我自己唱，我连他那部分也唱。嗯，不可能，就得他。谁怕谁？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，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。你愿意生死可能，永远和他在一起，爱惜他，尊重他，安慰他，保持他，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。你愿意这样做吗？我愿意。No way。奇怪的 CP 出现。紧张机智的隐藏着众生，我们在上一个轻松的机器之。删了吧，快删了吧，梦云。视频赶紧删了，不然跟你没完了。对对对对，走吧，坐我车送你回家。嗯。哎。天气这么好，我们散散步吧。大半夜的走什么路啊，多危险啊。还是别坐车了，车里空气不好，我们走走。坐车。散步吧。坐车。散步吧。车。散步。车。坐车。散步。坐车。够了。我今天就坐这不走了。好啊，我也陪你坐着，反正我也不着急。外边还是挺凉快的，在外边挺好。你们俩都不走是吧？行，我走。
幼不幼稚啊？还能不能走了？到点了 ，King 哥，直播了 ，King 哥还不走吗 ？King 哥，到点了，哥，直播了，哥还不走吗？哥，我就在这儿播。好，各位宝宝们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自然堂的小灯泡面膜，双重黑科技打造，抛细纤维，石磨吸膜布，自带微导力，就像是敷着美容仪一样。你们看啊，是面膜纸，是灯泡，灯泡亮了，真的是有微导能力的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是富勒烯，堪称地表超强的抗氧化剂。你敷完之后呢，提拉焕亮，它的包裹力也超级的牢，你看。小助理正在拼命的跳绳，面膜一点都没有动，可以时刻促进富勒烯的吸收。后面这种啊，皮肤粗糙的男人敷完这个面膜呢以后，就可能会像我这样又光又亮。哎，那个宝宝们，今天先播到这里啊，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就点击下方购物车，自然堂天猫旗舰店有售。喂，你这就认输了，是不是不行啊？没空跟你吵嘴，我要陪他散步。哎，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一直粘着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啊！昨晚没睡好。想多了，我做了早饭，要不要一起吃啊？我不饿，你想多了。我特意给你买榴莲，吃了再走啊？不吃。怎么，心情不好啊？心情好着呢。你想多了。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一直粘着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你想多了。我和你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我怎么可以回答喜欢？不喜欢就直说嘛，说说。想多了，想多了，想多了，想想虚伪。再想赢，也不是用这种办法吧？什么情况？咦，你都干啥了？怎么了？快看投票系统。啊！我的票数怎么作废了？不好意思啊，莫姨，我这种小艺人平时刷票刷惯了，没想到你那个投票系统这么严格，要不然我再找找更厉害的刷票公司。不用了，谢了。怎么会是零票呢？你好。啊，不好意思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请问有迅速改变皮肤暗黄的产品吗？有啊，您可以试试我们这瓶小紫瓶精华，专门针对熬夜暗黄肌。您是出席什么重要场合吗？我是去参加初恋的婚礼。您别急，您先坐下，咱们慢慢说，慢慢说啊。他说他参加海选，我要是放下身段来给他拉票，现在的结果是不是很有所不同？拉票。姐，除了投票，就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入围了吗？这是主办方跟各品牌做的推广，必须要通过选手投票转发来获取关注度，不可能有特权的。为什么要去刷票？为什么要去抖机灵走捷径？很多事情一开始并不会一帆风顺，但是你要相信自己啊，相信你自己的作品。我是想相信自己的作品，可是不刷票，那票数它就是不涨啊。谁说不涨的？叫你来之前才几十，现在都上百了呀。啊！但是我有些时候啊，真的不知道要放下什么。
其实呢，美术就是多多观察生活。你看，就像我们平常看到的花花草草，它们都是有生命的，除了画好它们之外。跪下来叫爸爸，我会考虑放了你们。如果有本事，咱们就一个一个杀。如果打赢了，以后就要照顾你。哼，好啊，你要称赞，那我们就轮死你。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、啊？没有没有，谢谢经理啊，谢你帮我联系场地，让我可以拿票。嗨，还跟我客气什么？这么多巧克力，怎么着也得你俩月工资吧？这么卖力，为了莫姨吧？嗯，行，懂的，继续加油。好啊，好，谢谢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好的，你先忙啊。好的。Hello， 老铁们，我是主播杨坤。今天我们的任务呢是来到商场现场为大家寻找一位暖男。但是呢，我今天来的比较早，人比较少。我们看一下，哎 ，Hello， 二位， Hello. 请问是情侣吗？是哦。哎，我看这位小哥哥好暖男哦，给女朋友买了一颗巧克力。才不是，人家送的。哦，什么情况啊？人家贵哥对女朋友好，工资全用来买巧克力当赠品送，就为了跟他女朋友投票，那才叫暖男。就是这个。学到点儿。好，帮我点这个。哦，什么情况，老铁们？咱们也过去看一下。走。借过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借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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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。来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好，老铁，我是主播杨坤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哦，扫码送巧克力。帮我一个朋友投票，哇，这么拼什么朋友啊？什么情况？老铁们听到了没有啊？我们太幸运了，今天在现场让我抓到了一位痴心暖男哦，遇见就是缘分，老铁们帮他女朋友出钱好不好？投票，投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帮我投票。哇，连大 V 主播都帮忙了，你男朋友人缘怎么那么好啊？不是我男朋友，都这样了还不是男朋友啊？真的还不是。都不用去工作的吗？明天出不了方案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。我觉得你应该去，这里有我们顶着，快去拥抱你的大英雄吧。谢了，我欠你们两顿。铁子们，咱们再加把劲儿，投票系统马上就要关闭了，我们一定要冲第一，冲第一！扫码扫起来，投票投起来，现在开始倒计时了哦，十、十九、九、八、八、七、七、六、六。起来呀，熊猫！你再不起来的话，我就把你妹妹带走了。你别碰她！我差五个数，你要不认赔，让你脑子开花！我走。五、五、四、四、四、三、三、三、二、二、二、一。一，
赢了，我们赢了！精神来了，精神来了。行，据你师的话，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绑我呀？看不了你的绝情。可是你这样，我不让我喜欢上你。什么？我说，谢谢你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你为什么骗大家说我是你女朋友啊？当时为了帮你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那你让这么多人帮我，还上了直播热搜，如果被大家发现我们是假情侣，那我不要被骂死啊。不过我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给你带来困扰啊。目前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这种困扰，你愿意配合吗？我愿意。什么办法？做我男朋友。喂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刚刚说哪儿了？刚刚说到怎么向人解释我们两个不是男女朋友。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做我的，我的。哎，你牙齿上有韭菜吗？来了，哎，在屋头头啊啊！我今天过来修东西，顺便来跟你说，你那个老电视啊，零件到货了，今天晚上就可以修好。这么快？啊，你明天早上在不在屋头？我明天早上给你送过来。我在，那咱们两个留个电话方式啊。哎，要得嘛。好，要得。那明天早上我到了给你打电话。好嘞，谢谢你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再见啊。好，拜拜。这么快就可以回去了。总不能一声不吭就走吧。哇，恭喜小默默进总决赛哦。昨天晚上有没有和男朋友庆祝啊？是不是以身相许了？我别瞎说。那说真的，你打算怎么谢谢人家呢？那在家做顿火锅呗。不就是靠男人得了个投票第一吗？得意什么呀？还整出优越感了。优越怎么了？我靠的是自己的男朋友，谁不靠呢？你不靠吗？走着瞧。喂，墨雨，我正好有话跟你说。哎呦，你猜我现在在哪？我在超市。今天晚上做火锅，你想吃什么跟我说，都给你买。哦，为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没事儿没事儿。那
等你回来再说。行，那一会儿见。你说我今天做的这个糊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梦云，其实我有件事情。干杯。干杯。好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有一件特高兴的任务，特别爽。我本人当着大家所有人的面，我狠狠地怼了林奇。这件事让我太解气，那这件事呢，都得归功于你。所以我决定正式聘请你当我的智囊。帮我把把关，看看图稿，行不行啊？行。墨云，我有件事情必须。行，就干一杯。好。你干。瑞，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？我是想说，墨雨，我要走了。像是梦境，又像一场旅行。让忧郁。不可以的，答应我，是真的声音落在笔记里熟悉，能不能看你从黑夜到黎明，如意外相遇，夹带着记忆存续，又怕反复绝情，没告别的离去。而你的痕迹，锦叔，明天电视不能送了。烙印在我的全部的气息。决赛要画什么？那我给你做一个榴莲冰沙，换换脑子。我想出去走走，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去找找灵感？好。怎么会想到要来这儿呢？十年前这里是一片破房子，后来拆迁了，就改成了民宿。这里原来是我理想，是我和你相识的地方。相识？你还记得这个吗？你就是那个女孩，女大十八变嘛，你没认出来，是她变漂亮了。当年那个女孩，对你来说可能就是生命中不起眼的过客，
后来你不辞而别的时候，他还挺失落的。不过你应该也没有想到，是你带给了他安全感，是你教了他画画。后来他当了原画师，说起来起点还是在你这儿。所以他才会一直保留着你送给他的东西。其实呢，他留给他一张纸条，只是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他再也没有跟他联系过。什么？干嘛去啊？爸，这是怎么了？你爷爷身体不行了，咱得搬回去。你到大学的火车票我都帮你买好了，也就从老家接这块去。但是我还有些东西要收。咱们家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，你的我都帮你收好了。爸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快点吧。好。他出去了，家里没人。麻烦你，帮把这两个交给他。告诉他我要搬走了。啊，行了，谢谢。人都走了，有麻烦打电话有什么用？大能，啊啊！是给他留了联系方式的。你是希望他联系你的。那你觉得，如果他给你打电话，他会说什么？他会说，我喜欢你，
设计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一切好像并无变化，又好像有了变化。我好像陷进了一个充满棉花糖的梦里，好不真实。来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来？你疯了吗？装什么装？啊？真当我是傻子？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跟我说清楚，装傻清洁是你这是蒙骗我？这点小把戏他看不出来，我还能看不出来吗？这件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我不听！我祝你都拍下来了，啊？不是傻亲戚吗？傻亲戚有干这种事儿的吗？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。与你无关，与我无关。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我告诉你，他从来没有答应过。你玩他，我这都不答应。装什么装啊？起来，再练练。我这刚用了三分功力，装什么柔弱呀？这样看不起你了啊！哎，哎，什么鬼啊？不要打给他。我觉得你的画稿比以前有魂了。真的吗？你最近进步蛮大的，不过你为什么想用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参赛啊？就，哎，哥哥，你怎么老挂着这个孙悟空啊？因为孙悟空厉害啊，他可以守护自己喜欢的人。我觉得他一直守护着我了。姐，那你有没有画过自己喜欢的人？有。那后来怎么样了？他现在是我老公。真的？我画的时候也没想到，不过梦想总是要有的，万一成真的呢？我虽然说也拍了不少穿越剧吧，但这发生在身边的，还是感觉好狗血。你这不是什么特殊涂料吧？这么严重啊？你不赶紧穿回去啊？我答应过他了，一定要陪他到比赛结束。你可别太高估你自己了，能坚持到最后吗？他可最讨厌不辞而别的人了。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。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由自然堂冠名播出的《闪亮我梦想》爱看爱晒游戏原画设计大赛总决赛现场，希望今天的参赛选手都能够像自然堂小灯泡面膜一样发光发亮，像小紫瓶情怀一样光彩熠熠。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官方合作平台快手 APP， 为您喜欢的选手投票，您的助力值也将会计入我们的总分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我是主播杨坤。现在我们在自然堂《闪亮我梦想》游戏原画设计大赛总决赛的现场。那么接下来由我带领大家去后台看一看各位参赛选手的情况。Go。Hello， 各位老铁们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本次大赛的后台现场。大家会看到所有的参赛选手
正在做最后决赛的准备工作。大家好，我是九号选手林奇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我，记得给我投票哦。哎，痴情男子的女朋友 ，Hello， 你好，美女，你好。各位老铁们还记不记得她，她男朋友为了给她投票在商场搞的那叫一个惊天动地。那么首先呢，恭喜美女进入决赛。谢谢。相信你男朋友也来到现场，能不能让出来和我们的老铁们打声招呼？还没来。哦，那么你放心吧，那么痴情男子一定会来的，也没准那些现在正在看我们的直播在这里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。都几点了你怎么还不来？快点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推荐的是本场的第二块宝贝，也是我们本场直播当中最值得去购买的小紫瓶精华。它呢含有三大活性成分，提升抗氧化力的喜马拉雅红酒藻，美白提亮的烟酰胺和修护肌肤的酵母，专门针对熬夜暗黄肌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。这边是没有涂我们小紫瓶精华的，另外一边是已经涂了我们小紫瓶精华的，小紫瓶抗氧能力超强认证，宝宝们赶快下单吧。哥哥，今天是我们相识一周年的日子，马上就要中考了，虽然你人在外地，但是也会保佑我考出一个好成绩的，对不对？哎，都一年了还想着他呢，还一周年，你说你是有多喜欢他呀？谁说我喜欢了？我就是日常迷信。还好那小纸条被我弄丢了，不然我都成了早恋小推手了。我们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，闪亮登场。各位老师好，我的作品会让玩家在仙侠世界里体验到八生八世的爱恋。我的机械设定会让玩家拥有更加澎湃刺激的视觉体验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参赛作品《萌宠养成》，可以在线缓解都市男女的孤独感。霸道总裁和灰姑娘的故事呢，永远是女性玩家的刚需。各位评委在追求艺术性的同时，也要考虑经济效应哦。选手莫仪准备，下位到你了。哦。兄弟，你还是回去吧，你看你脸都黄了。你自己不惜命就算了，万一把别人给吓着。答应过他的事情，我就一定要做到。我在这儿等你，实在坚持不住就赶紧出来。这是我设计的作品《少女与孙悟空》。从前有一个初二少女，在她最无助的时候，孙悟空出现了。放开他！我让你放开他！从今往后，我保护你。从那以后，每天的上学放学，
少女再也不会害怕了。那段时间成了少女最快乐的时光。有什么问题记得找我。走了。但是快乐总是短暂的，有一天孙悟空突然不见了。哎，别敲了，都搬走了。怎么突然就搬走了？但万幸的是你看你孙悟空给他留下了这个。少女每年都会许一个愿望，只要愿望不太过分，悟空都会保佑她把愿望实现。少女长大后的一天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孙悟空化成了人形，他出现了。他再一次的来到了少女的身边，帮助她，干杯，陪伴她，使她能够站在这里绽放光彩。但是少女也知道，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但是少女还是忍不住的许了愿望。我喜欢你，他希望孙悟空可以永远的陪在自己身边，永远的留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。虽然他可能来不了现场看我比赛了，但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他说一句。哥哥，谢谢你。孙悟空啊，你真是满身猴毛，办事不牢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我要是孙悟空，我早就脚踏七彩祥云，带着少女去。哎，是你的孙悟空吗？真的是孙悟空，他来了。他真的来了！掌声在哪里？跑什么啊，鱿鱼？他说他答应过你要来现场，可他实在撑不住。鱿鱼，我都不配有一个正式的告别吗？
恭喜莫大总监，我们新一季开发的游戏 APP 下载量又荣登第一了。耶！这个都是大家一起辛苦努力的结果，我们再接再厉。大家准备一下，十分钟后开会。明白。Chris 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。总部派我来分公司了解情况，你上任后成绩一直不错，我没有看错人。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工作上那么棒，那生活上呢？还好。你跟你画稿的人怎么样了？他离开了，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。那他还会回来吗？你先忙，有空去。我送你。不用了。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，时间留给我。嗯。一定留给我啊。喂，大明星，长话短说啊，待会儿要开会。哎呦，您这当上总监了，对我都变冷漠了呢。下班要不要来找我啊？我今天没空。没说完呢，我今天跟一个叫有雨的漫画家一起拍自然堂广告，你确定不来吗？有事吗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哟呵，听说有个漫画家来，这么着急啊？你说那个叫有雨的漫画家就是他呀？他是模特，那漫画家临时有事儿，改拍摄日期了。刘铁柱，以后再有这种情况，你能不能提前通知我？害我白跑一趟。哎，来都来了。晚上一块唱歌啊！我有事儿，改天啊。周末上你家，兄弟局啊！啊，知道了。唉，还是忘不了他呀。你什么时候带小游到家里坐坐呀？你们现在处得怎么样了？就你这德行，找到一个不容易，你别轻易分手。我跟你说，喂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您不是还有广场舞比赛吗？快去练练，别在这捣乱。妈，我跟你说了，快递来了。Surprise！ 大能，怎么是你啊？我顺路给你送个蛋糕过来。今天不是你和他的周年纪念日吗？来，拿上。谢谢啊。进来坐吧。不了不了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。其实吧，我也是想借此机会给你道个歉啊。就是当年他写有联系方式的那张小纸条被我给弄丢了。没关系，都过去了。啊，太好。哎，就是你那间房间，你真不打算往外租了？我有个朋友挺想合租的，他今天还在问我能不能来看房呢。不用了，我那间屋子就不租了，也不差那点租金。这不我把他的资料都给带过来了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万一会回心转意呢？真的不用了，带就带了，你就拿着，来来来，拿着拿着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啊，那你慢点啊。好。一个失忆的漫画家。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，在他以为是场灾难时，一个女孩收留了他。像是梦境，又像一场旅行。这个女孩看过他的身体，哇，不完，被冻尸刁难。我好久没吃过一整碗的榴莲，最近的信用卡不能分期了。被生活捶打，这好使能给退吗？在他找不到他时，你为什么离开家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为什么？是那样的失落。您现在的表情，
他以为他能躲开这份没有终点的感情，可他错了，因为和欢笑、泪水一样藏不住的是爱啊。而你的痕迹填补着时光的缝隙。请问你这儿还招合租吗？烙印在我的全部的气息。